旭哥会更适合他。对，我觉得他的选择也是。别踩了，走吧。别踩了，别踩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别踩了，别踩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复活，先出来再说。复活，先出来，先出来。救回来，先出来。真的、啊？你不用踩了。出来什么？由于特殊原因。真不踩。我刚刚已经准备酝酿好情绪。没，你不用，可以收回去了。还是挺抱歉的，真的。你要干嘛？就是我可能不能再接下去录制。三个，我们是三个人的那就。对。那我们没有人再过来。那具体的就不知道了。导演，我们可以把妮娜叫回来吗？就把万里达追回来。如果能的话，那太好了。就是是这样子的，的确是因为艾斯的离开，会让你们变成一个三人战队。嗯。根据赛制的规则，你们获得了本场的第二名，你们是可以变成一个四人战队。我很认真啊，摄像机在这，我也不开玩笑。本来从开始三月份就要录制的节目，但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，延到了五六月份，所以导致现在接下来跟我后面安排的说可以工作撞时间，所以呢，我很遗憾的跟大家就是说我只能走到这里，所以再加上。节目组的同情哪里啊？我们要补强，对，我们要补强。那我这个比赛 EP 又可以不发了，就是说要把它留在比赛上用。我觉得这是 OK 的，那就记住我们的 slogan 了。好，对，欢迎妮娜加入，成功支付，哎，我忘记睡，成功支付，好感人哦。嗯。我只是假装坚强。哎呀。